小伙伴们，自从上次单排成功杀出机场后，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视频下面纷纷留言夸我呀。不过平时总是被你们说我菜，哎，都被说习惯了。今天突然这么多人来夸我，嘿嘿，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呢。话说最近我感觉单排上分是越来越难了，不是送快递就是在送快递的路上，哎，真的是气得我都想删游戏了。但是啊，想到还要给你们更新视频啊，哎，想想我就忍了。所以今天我哪里也不想去了，我就赌桥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凭什么每次都是我送快递啊？看老娘我今天不把你们都给收拾了，哈！哦，总算是等到人了，那今天就先拿你开刀。咦，这兄弟在干嘛呢？都搜了半天了，怎么还不上来？会不会是发现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也没露脚步呀。难道他不知道这里有三楼？没事没事，再等等啊。嘘，我听到脚步声了，来来了。兄弟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哎呀，果然还是收快递的感觉爽嘛，哈哈。真香，哎呀。小伙伴们，我们换个位置再等等，你们信我，肯定还有人会来。哦，看到没，我就说嘛，肯定会有人来的。哎，周围还有脚步。哎呀，你还想舔包，拜拜了。小伙伴们，今天这快递收的是真的舒服呀。还剩五个人了，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好紧张啊。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啊，能让我决赛圈不紧张啊？哎，我看到人了，还想跑毒？我去，怎么还有人偷袭我呀？差点就凉凉了。人不多了，还剩三个，这次还在全边，一定要好好打。我们先封颗烟，做好跑毒的准备。哟吼，你还跑是吧？我靠，我这枪法也太真实了吧！哎，我还是先练好枪法再上分吧。再见。